Hello， 大家傍晚好。圈圈，我看到你啦！新年快乐啊 ！Happy New Year, everybody! Hello, Wen Honglok。傍晚好，傍晚好，你们吃了晚餐了吗？跟你们讲哦，最近我就是电话看太多，然后那个眼睛就真的很干。然后我最近是用这个是那个日本的一个蓝光眼镜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我基本上就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就会滴一下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有人在吗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我终于要回到那个开始穿手串了。开始要串手串的阶段了，我已经黑了差不多整个礼拜这样子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做。Hello， 大家。来小庆，嗨，新年快乐！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还有谁有在线上的吗 ？Happy New Year，Happy New Year， 恭喜发财！可以的话，我要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啊，我们来聊一下天。其实周末我要开这个直播嘞，就是这样的。其实我可以标开 ，Alice Go， 嗨 ，Happy New Year， 下午好，是下午还是傍晚啊？晚上好，我还没吃晚餐，现在肚子有一点饿。有在的大家可以的话打上新年快乐啊。其实我这么开着直播，其实我是想要串手串，只是我觉得哈，如果我得空这样串手串的话，就想要跟你们分享一点东西。因为这几天就是你知道整个新年啊，其实讲真啊，因为我的家乡其实本来是在槟城，然后跟安顺嘛，我以往的新年基本上我都会回去我的槟城，然后会回去安顺。但是今年的话呢，我就没有回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两位婆婆跟阿嬷呢都没有在了，所以基本上我都是在 KL 度过。所以你知道在新年期间 KL 的话基本上是很多店他们都没有开，所以呢我都是在家里度过。所以我这几天我想了非常多的东西，就是刚好现在就得空的时间，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书啊，看电影啊，电影，你没有看电影吗？新年的时候 ，Hi Christina 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 ，Hi， 你们有看电影吗？我跟你们讲，推荐你们看的
一部戏，我觉得很精彩啦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的，就是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甄子丹的那个《天龙八部》《红楼十八掌》，还有。